子了，车坏了。哎呀，怎么办？防冻液漏没了。啊，水管爆了。副驾不用拿东西了吗？水管爆了，防冻液漏完了都。我看看这水管在哪儿，这个地上的这个绿色的。我看看，在哪儿？哪个？这个关照。哦，你好，直接坏了啊，爆了，这个梁变形了。对啊，梁什么时候变形的？你把它拆下来敲一下。昨天撞到哪个地方啦？我这杨浦的还是好好的哟。是不是昨天顶青筋顶的时候顶到这里了？嗯，不知道。这个梁都是这样变形了都。你把它拆下来，给它敲一下吧，把管子换一下吧。昨天弄坏的哦，哥。我昨天开过来都好好的嘛。我感觉不会是昨天那个青筋。千斤顶坏了。这个梁都成这样了，你看这个梁都直接变形了，这个梁这样子了。哎呀，这天天的给我造的这个梁直接变形了。这梁就把那个水管给磨着了啊，就把水管磨坏了。完犊子，每次看我都在修车。变成这样子了，要换个水管，要紧螺丝了，紧螺丝了。现在弄好了，水管换好了，加个防冻液。防冻液多少钱一盒？嗯，多少钱这里？80。漏完了哈，嗯。我之前本来是有一瓶的，然后给那个有个藏族大哥，他的车靠高温了，然后给他倒了。要把车子打着，打着火，让风扇转了才能走啊。嗯。要不然不行了。红色和绿色有什么区别吗？本质上没区别的。嗯。但是一瓶够吗？不知道。比内地贵一块多。对。嗯，这里车弄好了，加个防冻液，然后我准备去加个油。